但是这个一，我们离本来是九，它搞成被一，可能会跟我们原来的啊弄掉。所以我昨天晚上在加这一张的时候，我就发觉我不能再叫这一张的啊的背法活存，你到时候会乱掉，啊会乱掉，啊你叫快点设定，你点进去以后你就点下一下点下去，它排就是以下为那个排法。那如果你点做，它就以做，因为我们那个是要卖给两派不同的人嘛，不能说我们把它定位在做，那这样的人就不会买了，所以我们有考虑到这一点。那像排八字也有人说，分，早晚子对不对？那在南部啊，不是早晚子，就是十一点到十二点，十一点到十二点是什么子？还有十二点到一点的。但是我的八字老师他是十一点以后，就是变成民间的。他就是以十一点为原则，十一点零一分就是等于是明天的，他就没有早晚子。那又有很多人说，到底哪一派比较准？哇，我都没办法回答。我说好了，那我软体就把它做两个选项啊，一个是没有早晚子的，一个是有。那你学这一派，你就去勾，那软体它的排盘就会有早晚子。那早晚子在剖腹生产里面，早晚子是不是两个盘？所以变成一天二十四小时，就不是十二张盘，是十三张盘。因为北部在交八字，大部分都是以早晚子来论的，南部大概都是以只有一个子时这样。这里的一二三四哈，我们再交代一次哈，就是一坎命跟四巽命的人，这两个加起来，他是属于生气贵人哈，生气。那一样二八，他们两个的组合也叫生气啊，三九四一六七，其实它是只有四种的，你来看一下，一四跟四一是不是一重复？二八八二三九九三。六七七六，所以其实它是只有四种组合的，是生气。那延年也是四种组合，19 91 26 62 34 43 7887嘛。所以我在喝的杯子哈，我在喝的那个保温杯，像这个杯子，我都会贴什么28，还有19，再来一个天一27，每天。我一喝水，你看生气贵人、延年贵人、天意贵人都一直来协助我。你们没有看过那本水的能量？水的能量就是说，这杯水只要你现在要喝它之前，把它灌输你的想法，说这杯水非常正能量，非常好，你喝下去，你的细胞所接收的都是好的。如果说你现在很生气，刚好很生气，又很口渴，很生气的情况下喝进去，这个都是毒水。我没资料了，我们下个礼拜我们花五分钟看那个水能量，你会吓死的。说真的，数字跟中文字或英文字、日文字竟然有那么大的能量，因为它有经过很多的试验，所以我就很听话，我的杯子都会贴，除了身份证。手机会贴数字以外哈，你看手机也都贴了呢。我的身份证啊、提款卡啦、或者是什么那个什么邮局的，我都贴，因为明明知道一九是延年，对不对？三一是天一，我为什么不贴？贴那个又不用花一块钱，那贴了以后自然能量就一直提升。所以南非欧文哈，一起来敢争取。我今天跟你讲说，七八八七很好，很好啊！你没有去实验，你没有去做好事，只有听说好而已，你没有实际要去感应嘛？那你今天如果听我的话，回去把七八用电脑打字打起来以后，你就贴在你的这个杯子，然后用那个透明的胶带把它贴起来，才不会湿掉。我相信你要喝水之前，这个七八自然就开始转化成什么力量？
甜点跟责任的力量，你喝下去的那的能量就不一样了。这是一个简单的动作，但是一个是最具效果的一个行为，但是很少人啊，1000个人哈、哦，大概只有3-5个会去做，因为那3-5个人的使命哈、哦，他就是派，很相信。所以我们学那么多派系，学阳宅，学姓名学，学什么八字，你说你没有去务实的去做改变呢、啊？你说学这个干嘛花钱？又没有去得到什么印证，所以学了以后你就可以去印证看看，人才不会说多花钱嘛哈。所以这个是最简单的东西哈，因为有谈到数字，我一直跟各位强调，我数字卖得很好，是因为它真的能量发挥到不错，所以老天也就让我谈数字就可以哈，有那么大的一个空间让我发挥哈。所以你们可以从简单的从杯子开始。那、啊、这个数字不代表那个没有管说你是什么命的哈，因为它就是这两个的组合哈，就是属于哈天一，正面是天一嘛。那它会怎么样哦？天一代表健康哦，可以使疲惫的身心哈啊恢复哈，促进疾病伤势的恢复哈，财运不错哈。那如果贴55667788999哈啊，那就是怎么样啊？暂时保持平稳的状态了哈。财运小可了、啊、那如果你贴了祸害的、啊、有没有人愿意贴祸害试看看？下个礼拜来看看会不会有没有比较好一点？那有的话，我等一下就印个那个23或是17给你贴。那如果下个礼拜来说，哦，你真的好像回去哈、哦、被骗钱或者是有官威，那代表哎，这个是数字引动你这些现象啊。但是不然还好没有。我说单单这一套学问的、啊、就是不是五元六后天解这种配对，目前在网络你们打百度然后上去看，至少有几万笔、啊、都在教这种课，2天1夜12000块人民币，12000块是60000块，他只教这一个，让他们学完以后如何去挑电话号码，如何去挑车牌，如何去啊挑银行账号，好，就是学这一派。好，啊，你们现在大概也把这一个现象哈，啊，八九的哈，它大概会出现什么问题哈，你们大概了解一下哈，啊，慢慢的再去，好，去印证，去印证哈，这个祸害。哎，这个是不是今天发的那个单子才有？我们的原来的讲义没有哈，那你们想办法就把它切短一点哈。哎，宽度了，把它切1公分掉，把它用胶水把它粘住，这样才不会掉。好，那应验之年哈、哦，我们说五鬼，那是阿友老师啊，你说36哈、哦，对啊，我，五鬼，我是6，我太太50年次是3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五鬼？好，五鬼就是。行为难以捉摸，健康差，破财连连，代表多干扰，对不对？那不是说永远都是五鬼的运哦，是因为我们是夫妻，所以会招惹这一些比较不好的哈、哦、现象。那会应验在哪一年？好、哦，这个是要解释这个的。好，来，这个叫做五鬼，是不是在这里？五鬼会在丙、丁、寅、午、戌之年。比较会有无鬼的现象，这样的意思。那今年是什么年？那去年呢？那5年是不是我跟我太太是不是无鬼？去年是不是5年？所以说要注意血压、血液循环、中风，有时会痛风，胃不好，心肌梗塞啊，为了赚钱吵架啊，互相吐槽，这一些问题我在。去年通通发生了，但是因为我早在3年前我就做了一个，我们等一下会讲，做了一个五鬼是需要木炭来解散，所以我是钱，对不对？三是不是木？那谁不利？六是不是六钱？
那是当五行是什么？金。金是不是这样写？啊，金啊。好，那三是属什么？木。正属木，对不对？那谁比较不利？木。金克木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背克啊，金背克，所以代表五鬼的现象。来，五鬼在这里嘛。哦、干扰健康差，容易招魂，不循正轨，难以捉摸、哦、会发生在他的现象，正木的现象比较多，所以你要用木炭、哦、就是八到十二根的木炭灰团，它点它点点慢慢慢挑挑的、哦、然后把它绑红丝带，绑七圈，然后再放到五鬼方啊。哦好，这个我们等一下的课程会有，只是说，哎，你懂这个的现象以后哈、哦，如果要先来把这些现象哈、哦，本来是可以，可能会有90%的不好，那因为你有事前哈、哦、来做防范的，可能影响了哦，剩下哦50%哦30%到50%，那是不是有改运的效果了？那何尝我们学这个本来就是要趋吉避凶嘛，不可能说啊我们摆了什么东西以后就完全没有了，那就没有天理了嘛。既然学问有这样的话，那会应验在哪一年？就是因为五鬼是应用在那、啊、应验在五年嘛、哦、那这个可能要改一下，就是有一个啊，那土位如果说你跟我跟我啊，比如说我跟我女儿是土位来讲，她会应验不好，土位是一半一半的，它是会二黑五黄之年、哦、那二黑五黄之年好，那我们画在这里，这里是五六七六七八九一二三四五，人命要会算的嘛，都会算的，对。我再考一下，那76年次的女孩子，她是什么命？76年次，7+6，7+6是不是13？小刘再来一次，76，真的、啊，这个赶快记起来了，是女生76，7+6。等于13，13等于1+3等于4嘛，4你就从8根、哦、算是1、2、3、4、啊、女生是多少？有没有算出来了？二坤、哦、对，好 OK。 你看不熟的人一下子就算起来，表示这个老师还蛮会教的，好爱国民。好，那现在算流年，因为流年有九星会挥动、哦、流年的算法是用男孩子七对来，今年是，哎，去年是103年，等于1+0+3等于多少？1+0+3，4。那他是从男孩子飞4，再拉进来中宫。好，那男孩子是不是从七对开始算4嘛？1、2、3、4，巽。所以去年103年是把4拉进来，这里是6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、2、3，好，那这里有写土币，如果说我跟我的太太，或者是我跟我的女儿，或者我跟我的朋友，我们两个是土位，那在哪一年才比较会有土位的这种现象发生？那土位是什么现象呢？我们往回看一下土币的，哎，土币总共啊、哦、这个不畏嘛，物质就是，哎，会点点滴滴酝酿成所需要的能量，可暂时保持平衡哈，并累积能量。运脚可运气哈，健康平顺，不宜久待，久待可能会有怠惰。如果你是不动，你是我跟我的朋友是合伙合伙的关系，但是我们两个永远都是叫做不畏的哈，那就是有怠惰散漫。那它印在哪一年会更多？怠惰散漫呢，是在二黑五黄之年。好，那我是前命哦，我的伙伴也是前命。那在去年是不是
孵化。所以我在去年就是啊特别，如果是我现在是举案例嘛，所以代表说我是六前命的人，去年这个飞星刚好四五嘛回过来，所以刚好是叫做二黑五嘛，所以带惰啊会在这一年发生，这样的意思。那我也说了一个我个人的案例哈，103年真的是一月十号左右，就是农历的一月十号，我去按摩哈，就是找在文心路一家很大的按摩公司，刚好做理哈，这是好身体理疗，刚好穿一件很薄的衣服哈，啊一个男孩子，我因为我常常做按摩要很大力，女孩子做不动，结果那一天冷气开太强，哎。回来以后，我感觉哇，胃寒呢，哇，糟糕！从一月十号开始连续咳嗽，因为我去年是不是六前命刚好五黄入来，五黄是生病的心，所以我从去年换了八家医院，就是看咳嗽，都没有发烧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咳嗽，而且讲三句话就会咳嗽，所以一整年到了花。去找八家医院都蛮大的医院，结果说，啊，医生惊啥？头水塞惊俩了，然后肺脏什么照了 X 光，照了又照，都没有发现异样。然后，一家最有名的那个啊、哦、治咳嗽的医师哈、哦，他是晚上7点开始看，看到晚上10点。你看、哦、他只有看咳嗽，其他的并不看。一次去都是一个晚上都看80到100个人，你看每平均大概10秒要看一个客户的，啊，人家都说很有效，我就去了，哦，真的，他的药一吃了哦，吃了5包就沙哑，因为他把所有的病菌哈、哦，他收起来，我根本不需要，那我当讲师怎么可以这样？那结果9包3天是9包，加上3个晚上，总共12包的药哈。我那几个月好，前面几个月1、2、3、4月我都不敢有演讲的课程，因为没什么声音，一直吃，真的换了没有效，一直换7、8家。我发觉到12月20几号，就是农历哦，竟然好了，哇，我吓了一跳。我就到年终的时候，很多老师同行就说啊，没办法，你这个咳嗽哈，竟然找那么多家医生哈，哎，要开那么多种哈。还不好，因为你是五黄入命入乾宫，哇！我铁齿，因为我在教这个我也蛮铁齿的。啊，到了12月20几号，真的自然是好了，到现在都不存在哦小咳，但是3、5天才咳个2、3次算正常。你看很玄的，好，那表示说只要你的命落到五黄哈，那你要小心了、哦、哈。那我们现在。看一下今年哈、哦，五黄落入哪里，那个人就倒霉了哈、哦。来，今年是104年，104等于1+0+4，五从男孩子的7对逆属，逆属五嘛哈、哦，1、2、3、4、5是什么入正宫？三进来，4、5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、2，只要是二黑五黄，通通要被修理。所以，哎，我有一些资料刚没带来，像二黑五黄的前几两三年，不是有都啊那个歌星哈、哦、有名的都跳楼自杀干嘛那些，他们女孩子男怕五黄哈、哦，女怕二坤，所以那一些有三个我们有印证哈、哦，那三个女孩子哦，女歌星的儿子他是干嘛？他们跳楼，他们都是。二黑入他们的命，就是二坤二黑进来他们的命卦。好，那你今年104年，二黑进谁的命卦？巽。所以这里有没有巽命的人？巽命啊，来你自己算自己的命一下，不要别人的命，会算自己都不会算自己的命。来，是巽命的举手一下，一定有啦，因为只有8种命哈、哦，那么多人怎么可能没有巽命的？续命的是几年制才会续命？你们都是几年制的？80几还是70？
有没有拼命的举手一下来了？又不会怎么样，不一定会发生的，只是说今年刚好二啊。哎、啊，有没有对面的？对面，你好，好。那、啊、其他都不是人。对面哈、哦，男怕男怕五黄，女怕二黑嘛哈、哦，所以你是五黄对不对？所以五黄还 OK， 但是毕竟是五黄，所以你请你哈、哦、回去，你弄一个买一个瓮哈、哦，陶瓷的瓮，瓮你听好不？瓮，暗暗的，好小小的，然后加阴阳水，所谓阴阳水就是热水跟冷水啦，啊加大概。一半的高度，那再放六个，啊、哦，六个铜钱、五帝钱，然后再瓮的瓶口啦，绑七点啊、哦，七圈的红丝带，放在对方，就是你家里面的西方，就可以解五黄的煞。那如果二坤要放在东南方哦，啊，用同样的产品，就是你去买一个瓮哦，大概小小的就好了，越小越可爱。然后，就阴阳水啊、哦，比如说，500cc 500cc， 然后再去买六个铜钱，因为六代表土会生金，这个瓮哈、哦，五黄嘛，对不对？我们用金把它卸掉。就是六钱，六个铜钱，上面瓶口有没有？瓮是应该有一个口嘛，哈、哦，啊，绑七个红丝带，啊，就放在五黄的话，七对面的人就放在啊、哦、西方，那二坤的就放在东南方，这样的话，今年的二坤就比较不影响那个什么四续命的人，五黄就比较不影响七的人啊、哦，所以一个人哈、哦。都会很平均啊，你大概几年哈、哦、就会碰到一次嘛，那碰到一次你就用这个方法去解，好、哦，这个我们已经讲到说，它会应验在哪一年，哦、就是用这个哈、哦，这个好、哦、这个题。老师，那你这样子的话，如果说电器在那个方面的话，是不是可以？哦，那就是动嘛，对不对？嗯、如果你是刚好是七对命。那这一边又是有马达啦，这个就是五黄到位的话，尽量安静嘛。所以你也许把它搬离开一下，是最好的。那可以不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套用？当然，这个方式是解嘛，但是你毕竟是没有马达啦、电扇啦，或者情况之下，本来就用那种方法解，但是又加了一个动的进来，我想解的效果可能会减低。那如果是电扇就很方便嘛，比如说这里是西方，对不对？那、啊、我是七对命，然后我把电扇移开就好了。啊，如果是已经既有的马达在那边，那就没那无解了，无解了。好，那明年呢？明年换转到哪里了？明年是105年，等于六的话就变成二进来，对不对？变二三。是，好来，是不是在中宫？中宫就代表西南方哈，因为就归二坤呐，反正中间就归二坤，所以明年在西南就换了二黑命哈，就是二黑入了。那再来就是这里是艮，对不对？东北是换了五黄。所以如果是耿命的人哦，要注意明年哦，换五黄，那这个叫做二坤命的人哦，明年也是换二黑哦，所以二黑五黄是在我们这九颗星里面最差的哦，最烂的哦，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方法哦，来解一下。所以香港那个什么李居民有听过这哈、哦，他们为什么会发展啊、哦、那个酒项产品？
因为哦168还算 OK 嘛哈、哦，那只要是三呐哈啊右臂星呐哈啊什么自由星呐那些都不好，那他就会在家里的九个方位哈、哦、挂出的，那一次推九样产品。那你今年啊、哦、什么哇五黄哈、哦、五黄在东哦，明年呢、啊、五黄在东北，你就啊、弄一个罗。